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812年的2月18号，潍坊杭嘉路20:56，然后拍的是有列车长我。哎，你俩通过了吗？来了，应该是225次吧。往北侧，进入一号线，看北湖。我全都没通过。好，1号700线发全都。然后700线阿法圈的在瑞芳好，假如通过沿用7/27+728阿法圈的在瑞芳后，假如通过若下面的马掌门到这点我们的 A 级杠后面125次方法，它就沿线杠北湖的用700行阿法圈的在瑞芳，然后感谢大家20:58再见，拜拜。